咱老管政府近年来积极打造健全的幼稚环境，推动零到六岁儿童福利社区化，为了配合公共艺术教育推广方案，伫第三区青竹馆举办创意画图比赛。活动中，阁结合青竹过关活动，让家长带着小朋友登录，并且当更加了解青竹馆的服务资源。为着要让馆内家长更加熟悉青竹馆服务的内容，第三区青竹馆举办创意画图比赛，并结合过关活动以及小福利选到单位，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做伙来体验青竹馆的服务。为了让大南投地区啊，家中有零到六岁的家庭啊，都可以认识我们的青竹馆，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一场比赛活动，让大家哈能够来这里接受一个美好的回忆。然后也现场有亲子活动，欢迎大家都来这边能够认识亲子馆。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，有家长的陪伴是相当重要。借由亲子馆来提供亲子重读做伙佚佗的课程，唔单会使让亲子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好，嘛会使让囡仔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很有趣啊，又有钓鱼啊，又有玩球啊，还有 DIY 啊，还有一些社福单位的宣导摊位，所以觉得小孩好像蛮适合就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因为疫情这样假日，其实小孩也不太敢让他们去人太多的地方，所以来这个环境我觉得蛮适合的。而且这边有那个亲子馆，就是免费的资源让小孩运用，所以如果假日有适合的活动，其实我也会报名，帮小朋友报名带来这边参加。这样我们很高兴就是能够参加那个竹山亲子馆的活动。那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有时间也会让小朋友来到亲子馆这边来活动，让小朋友跟家长也都可以一直来这边玩，我们觉得很棒。亲子可以一起来玩游戏，然后我觉得也会增加孩子的体验，然后让我们亲子的关系更加亲密。有一种幸福叫做陪伴，南投县政府在南投市玻璃顶和第三顶都有设立亲子馆，提供托幼资源的服务，欢迎家长有零到六岁囡仔的家长可以多多利用。记者陈苗传播。